我冇啊，我冇啊！哎呀，我心好痛。医生话我心有事唔刺激得噶。我知我对你唔住，我唔系一个好爸爸，我冇好容易让大你摆低嫲嫲俾你一间照顾。嗰日过大海啦，我赢咗笔大钱，我谂住好运啦，就博多铺，然后还晒啲数咧，又开开心心翻嚟同你哋同聚嘅。但点知最后一铺。 我输晒啊！不过你救下我啊！你钱啊，系救我命噶！如果唔系，我会俾人打死噶。你以前救过我一次，而家再帮埋我啲钱啦！最后一次，我会戒赌啦，我会戒赌噶啦！唔得啊！呢一笔系嫲嫲嘅棺材本嚟噶，佢成副身家喺晒入边。如果俾佢知道你翻嚟唔系睇佢，偷佢啲钱嘅话，佢一定会好伤心。小鱼，差唔多啦，你可以推个垃圾桶落去啦。推落去？呢个系最靓嘅 timing 嚟噶。 你仲等咩啊？攞翻嚟，唔得唔得，退啦！阿妈，你做咩啊你？都话一招 KO 嘅啦，小鱼，你争我一餐饭。 今次要帮我啊！阿爸差人好多钱啊，银行唔肯借钱俾我啊！但你唔同啦，你系大学生，我问过啦，大学生咧容易借钱好多噶。但系我今年先 E1 啫，我都未出嚟做嘢，边有钱还啊？我用你个名嚟借钱啫嘛，嗰啲钱一定我负责还噶，你使乜理啫？你喺度签个名就得噶啦。我知，我知，我呢个老豆冇用。 要个仔嚟帮翻自己，哎呀，我求下你啦，你帮埋我今次啊，你帮到我啦，可以过到关啦，佢以后斩手指戒赌，以后都唔赌啊，得唔得啊？你唔好咁啦，你企翻身先啦。咁咧，不可，你快签个名，你帮下我。 你个不孝子！ 呢个系你老豆嚟噶，但佢有嘢叫你帮，你都唔帮，签个字啫嘛。你系咪想佢死啊？好，如果你老豆有咩三长两短，我就同佢一齐死，留低你呢个不孝子喺度。阿妈，唔好怒气，唔好怒气，唔好咁激气，坐翻低先，顺翻条，顺翻条气先。 而家系阿陈村借咗我哋钱唔还，我哋何止打烂嘢，打人都仲得啊！哎呀，你好啊！好蛋！你要怪就怪你老豆，系佢累你俾人打噶。而家你有两条路拣，一系你就交佢出嚟，一系你就唔好读书啦，出嚟做嘢，帮你老豆孭咗条数啦。再查，好。喂。